鲁大院302，就这家呀，屋没人呢。谁呀？快递。正好都填完了，给。啊，那个同城还是异地？同城。啊，同城10块。大姐错了，地址写错了，收件寄件一个地址了。没错，那名不是一个名吗？收件人齐小彪。谁喊我呀？哎呀妈，大姐，你这哪同城？你这不同屋吗？一个屋。送不送？送。这不就完了？哎呀，我一年要都这活，我年底就能买上房。哎呀，大哥、哎、啊，快递，快递，哪儿的？那屋那女的给的。我感冒了，需要多休息，你少打呼噜。喂，我这败家老娘们，你说你发个短信得了，找啥快递呀、啊？你这大哥、哎呀，快递好啊，那信息是死的，快递是活的，快递来回来去能给你传话，能传话啊？啊，你给我传话啊！好嘞，你就说，嗯，我睡觉就打呼噜，爱咋咋地，不爱听啊，滚！10块。这要钱呐，大哥。这是快递呀、啊，我们的主要任务。我这人传话老明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10块。好嘞。喂，你等会儿啊，给我重复一下啊。我睡觉就打呼噜，爱咋咋地，白天滚。大姐，又干啥？哎呀，大姐要给你捎句话。我睡觉就打呼噜，爱咋咋地，白天滚。哎呀，打人呢？对不起啊。我有点激动了。这么的，这一巴掌你给我当成快递送回去。10块，够大不管，赶紧给别人办事。这接着活接的，大哥，出来！哎呀，干啥呀？他又咋的了？他呀？不是你打我？他让打的？不是他让打的？10块。啥意思啊？对方不管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个，你真的啊？啊，我给你100啊，就当我包你了啊，对吧？哎呀妈呀，当啥人了？怎么还要包我呢？哎呦，花100块钱有点好。不是你想啥呢你啊？我说我花100块钱是包你给我送快，哎，送快递你啊？来来来来来，误会了误会了，这给他给他给他。啥呀？梨。啥意思啊？不爱过离。大哥，你两口子去不去？不是两口子过日子。去。去。墨迹。大姐啊、哦。又咋的？我大哥送你个梨。梨？他啥意思啊？嗯，他说那个。他说你这一巴掌啊，啪嚓，就给他扇醒了。完了。完了，你不感冒了吗？他就送你个梨，让你啊拜拜火，是吗？那不我是这么说的吗？我呀，啊，那你咋说的？那个，我说那个，我爱你。啥？我爱你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爱你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嗑怎么了？你两口子因为点小事老冷什么战呢？冷心就冷了，是不大姐？兄弟，嗯，你再帮我送个快递呗。什么？一个深情的吻。你等会儿。妈，你干啥呀？大哥啊，他让你送他一个深情的吻。啊，他说啥？他说要深吻啊，他让你亲自吻呐、啊、吻吻吻呐、啊、老公老婆，我爱你我爱你。哎妈呀，进会儿得了呗，我还搁这儿呢，那么给钱吧。还给钱呢？嗯，
好，谢谢三位。来，这个快递传递的不是什么物件或者是物品或者是商品，传递的是爱。那这个主题很好。我讲简单一点，其实因为这整个剧呢，其实靠的就是逻辑的这个穿针引线，你只要落了一个点或者落了一个什么的话，两个的话就完蛋，都是靠你在拉拉拉拉拉拉了半天来引导。所以呢，但我觉得这次我认为呢，就你这次做的真的是很成功，真的真的非常好。真的，这是我上个礼拜过来看到最好的喜剧。哇，对，三周的节目，这是您看到最好的节目， 对吗？最好的。唯一有一个地方呢，我是个人的意见，个人意见呢，我觉得最后 ending 那个时候呢，就停留在你们两夫妻接吻那个过程就够了。喂，别再化学天竺加了一个队长你那个数钱出来讲话，不要了。从创意，从演技，从刚才的表现，还有这个团队精神，每一样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满意的。我昨天就已经有过预言，今天呢，我说只要你们今天发挥好，当然也要看对手。是，如果没有。